好，比赛现在正式开始，上半场由韩国队先派出主攻手进来，还是会是比较礼貌性的试探一下，是热热身，动一动，看一下彼此的状况。这也是第三次进攻了，那就韩国队必须要很积极的抢分。如果没有得分，进攻则是出局的。有顾虑的，他还是利用防守来是，对，弄的可能学台湾的选手都穿的是脚力鞋，啊、嗯，用脚力鞋或者是拳击鞋，那在台湾也没有特别，进攻线之后他就回来了，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重心也可以让坚强的选的队，他们都是在防守上，因为它是一个得分跟失分的一个运动，也就是说我要得分是因为失分了，我得了分数，我的选手我的队友就会一个分数的对给对方得分的机会也就相对的减少。这个现在中华队拿到了两分，不过最后这个好顺利的回到自己这边了，中华队都比较靠近右侧的攻击，在左侧的攻进攻，然后双方在攻防之间是，因为有些胜方他很靠的拖延时间，我就结束了这些，我就把这个时间拖完，比赛当然就不好看了。三人防守啊，希望能够守下自己的超级防守。哇，这刚好变成一个进攻得分的机会很少，他们还是把他们的专长放在防守上面，然后决定的就要赶快把他们围下来，好，这是一个成功的防守，非常好。那他原本逃回去的这个路线，是我觉得我在卡巴迪好看的地方在这里，全队一起很努力。这些选手要上来帮忙来做防守，他守护了一身或者这些更多加两个人。其实真正好的厉害的进攻手，他并不是把脚踩到了哈，是才能换，现在哇第三次的进攻，哇三次进攻被要求的更多的积极性 这里还被人家回到中线到韩国球，好，这一次感觉现在很稳，而且移动的灵活度没有那么好，好，决定要抓了，决定要抓就要两个人抓住，对，哦，这个是超级得分吧，在裁判的判决定义上面，其实还蛮确认的，很重要，因为你要在连续四十分钟都跑得这么快的、这么冲刺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有这个脚有没有啊？这个一定要抓了，这个失误才会造成更大的分数跟差距。好，像这样子如果回得去的话，好，可惜回不去了，是就影响了选手们前进的脚步的安全。
哇，这里差一点点了，可惜。哎，有过，太好了，一下三个，搞不好还有得分线，非常精彩。好，学习到是一种经验，那下一次的比赛更完整，更完整。哎，这次防守不错，这个大腿抱得很紧。用手段的动力再来决定你的防守。好哦，这个防守发动得很好。然后就是这样子，把分数再垫高一点。哦，好，这样至少是两分吧。决定了。赶快不要给他摸过去，哎呀可惜啦，可惜诱惑他们。哦，果然得两分，做完了。哎，又再得一分。好，中华队再得一分，最后的比数应该是38-50，高手多得了8分哦。那在10分的部分则是为